小学没教的事，屁孩指数随堂考第一题。老板，太监说报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啊？该怎么回答呢？答案是这个、这个还是这个呢？第二题。啊，问题是女朋友打电话来问，那狼呢？应该如何回应？答案是这个、这个还是这个呢？第三题。如果准岳母问你们薪水几 K，该怎么回复呢？答案是这个、这个还是这个呢？更多答案请点小编这，现在准时上课。大家好，今天的考题是：老板下班找你吃饭，该怎么回答？要谢的人太多了，就谢天吧。森永牛奶糖含有丰富的铁质吗？捷运上可以使用王字面吗？小学没教的事，屁孩指数随堂考，小抄升级版，更多小抄请点小编这，现在开始发考卷。